那我们用美工笔来写杜甫的八阵图啊，这非常有名的。宫盖山中国，宫盖接着写，连续的动作。要有这种飘动的感觉哈。山，哦，字放大一点点。让它有点倾斜。然后分用这种比较巧书的写法。国。国呢，写快速一点哦，让它一种飞摆跑出来哈、哦。名臣八阵图，八用两点。正可以写厚重，非常厚实的写法。图，好，图呢？刚刚我已经有一个框框，圆框框，这时候就用方一点的，哦，不要跟刚刚一样的哈。八正图，江流石不转。转，右边的比较弱，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加重。遗恨失吞吐。来落款，杜甫，八阵图，然后时间丙申年，丙申六月，名字淮北望坡，好。把它放大来看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一个的重轻，哦，这一个的跌宕的变化啊。哦